放心吧，我没那么脆弱，绝对不会跳楼。邱阳，你现在只能求求你那位肖大爷，你肖大爷投资才能救咱们公司。不行，千万不能找他，他一见我面就会喊着逼我结婚。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他九点到公司，你千万别迟到。联系好了，你问都没问我一声就联系好了。大哥啊，要是银行追究起来，咱哥仨都得进去。 清放嘛，你看这箱子怎么全都摔破了呀？哎呦，搬家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行，那等我往里搬的时候，你们换个干净的鞋套，还有手套太脏了也换个干净的。行，一会儿咱们加100块钱，又加钱？对啊。那这次你们把东西搬完了，我再给。不饿不饿，饿了。 吃早餐去，不吃早餐拿下去干活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放出去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张师傅，是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态度不太好，但是你们能不能回来一趟帮俺东西给搬进去啊？我待会儿还得上班呢。喂，外面的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您的东西挡着我的门了。 哦，对不起啊，那个，您先别着急啊，麻烦您快点行吗？我要赶时间。哎呀，师傅，那个我这还不好使劲儿，你要不然从里边帮忙推一下行吗？从里面推？我从里面推，要推坏你东西算谁的？算我的。那我可推了。好，你推吧，你推吧。
我踹了啊。 外面的，能再帮下忙吗？你好，喂，你好。 喂，哎，醒醒！先生，今天您的车写好？我知道，我有急事儿。先生，您的车写好，这你不能开车啊！ 肖阳您好，我是于良，他是李飞。我们是邱阳的合作伙伴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邱阳呢？先生您好，今天您的车险好，真的不能开啊！你们真是负责任啊！ 肖伯伯，您这么快就到公司了？你喘什么喘啊？我是喘啊，我正在赶车呢，肖伯伯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掉了，哎。师傅，见一面。 心跳血压一切正常，没问题。好。病人年纪多大？问您呢。哦，不清楚。之前有过什么病史吗？也不清楚。他叫什么？你总该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清楚吗？清楚。他是我邻居，我一推门他就晕倒了。哦。 他是你邻居啊，你一推门他就晕倒了，对，那他的晕倒跟你没有关系吗？还有点关系吧。师傅，把这给化验室送过去啊。盛夏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人怎么躺这儿了？怎么了，庞大夫？您认识啊？ 这是我们科室的同事啊，这人怎么了？这是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来没两天，没认出来。那个他晕倒了，这位先生给送过来的。人怎么弄的？没怎么弄，就他就晕倒了。我一推门，检查做过没有？心脏、血压都一切都正常。
赶紧做脑部 CT， 排除一下颅内出血的可能性。从片子上看，头部没有外伤，脑血管也没有病变。哦，那他是怎么昏迷？导致昏迷有很多种情况，比如说血管疏通不畅，然后脑缺血，甚至贫血、内分泌紊乱，这都有可能。生医生还是抽血化验一下，好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好，这样，二位医生。 既然你们是他的同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，好吧？不是，那个，这是他的爸。啊！不不不，我这边事情解决了，15分钟以后。那爸死在这儿啊？他自己掉的，什么自己掉的？那我的为什么开了？我真的对他什么都没有做。等他醒了，好好说清楚了，你才能走。我也希望他现在就醒。 乔董，您再稍等一会儿吧，邱总马上就到了。是啊，说话。你转告邱总，让他在第一时间。肖伯伯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你这是从五楼还是二楼掉下来的？不是，那个，我早上有点事儿，啊，我送一姑娘去医院。送姑娘去医院，至于让你这样衣衫不整的吗？ 啊，那个没有，你别误会小伙子，我跟那姑娘没关系，她突然晕倒了。你不用给我描绘过程，我有自己的判断。今年我约了你三次，两次你迟到，一次送姑娘回家，这次送姑娘去医院，你这辈子迟早栽在姑娘手里。您说的对。 但今年真的是个意外。等楼下，出租车5号3968，车费你帮我交了。钱包还丢了，跑得够快的啊！不是丢了，是那个女的那男的，他拿去了。那个女的还有一个男的，不是，是那个女的那个同事，我钱包要是不给了，他不让我走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你妈妈走了以后，你这日子都是怎么过的？上楼换衣服去吧。 来来来来，我来了。哎哎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我这是在咱们医院呢。是啊。我怎么了？你都不记得了？是这个人送你来的，说是你邻居。你看看你认不认得他？ 反正我看了一下身份证，是真的。嗯，没印象了。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内分泌失调。刘医生建议你去看看中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还你的袜子，说是你的。 哎，还有，他领带，你到时候给他吧。你搁这儿吧。嗯，我先去了啊。8亿资金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是，公司现在确实出现了问题，银行贷款下个月到期，我向您保证。 您这笔钱进来以后，我们公司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运营，不会让您承担风险。这个风险我还是承担得起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先答应我。结婚？结婚？小伯伯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结婚。
你们俩想先回避一下，别，坐下，坐，在这儿听着。要不，我们今天是谈生意，咱能不能不跟结婚扯一块儿？我跟你谈生意，就得把结婚扯在一起。我都离了两次婚了，我这辈子注定要孤单。人生这一辈子。 没有什么注定一说，小伯伯，您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？一个月结婚，我上哪儿找这姑娘去啊？就算我同意，那人姑娘愿意吗？这不太现实。你身边的姑娘我都见过，不止一个愿意嫁给你的。我看他们都不错，你就别再挑了。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闪婚吗？一个月时间足够了。我早就不是年轻人了。 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话就算话。你们俩做个见证。如果邱总今天找个姑娘把婚结了，我的资金今天就到账。秋月，该说的话我都说尽了，就看他愿不愿意做了。小伯伯，你绷住啊，千万别松口。我们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逼他一把。放心。 有分寸的，嗯。哎呀，我这个弟弟啊，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不操心的。哼，秋阳多大的人了呀，把他拿当儿子养着？秋阳是我亲弟弟，我愿意管他。真的没商量了？没商量。可是银行已经起诉我们了。 秋阳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跟李飞拖家带口的，这我要真是进去了，老婆孩子怎么办？家里老人怎么办啊？秋阳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什么叫做人不能太自私啊？我所有的存款全搁进去了，别墅我都卖了，怎么自私了？可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现在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剩萧大爷这一条路了，这条路我走不了。 一个月之内要结婚，这事儿搁你们俩身上，谁愿意啊？我愿意啊。但你先离婚，离婚我不愿意。你这不废话吗？所以这事还得你来。你看，你已经离过两次婚了，对女人有的是经验，所以第三回肯定没问题。不，你们两个怎么这样啊？一说是怎么这德行啊？什么叫离了两次婚对女人有的是经验啊？ 我告诉你，我什么经验都没有，全是教训。从你的脉象来看呢，你已经进入了更年期。更年期？不会吧，徐大夫，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呢。从情绪、环境、压力、遗传基因，都能引起这种病。 尤其是你同志的直系亲属，他的更年期的年限，直接对你有影响的。我妈绝经就觉得比较早。早有多久啊？我记忆中，她好像30出头就绝经了。早更在临床上就没有治愈的先例。你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，回去问问你妈。 再去一下。好，我刚出差回来。行行行，改天再约啊。素云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听说上面遇到财政危机了，欠了银行那么多，要是月底解决不了，咱全都得下岗。你有这闲工夫呀，还不如投投简历，赶紧跳槽。要跳你跳，我反正是不会跳的。哎。 要是公司真垮了怎么办呀？有我的男神在，公司肯定垮不了。邱总，这个送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吃甜食。这是黑巧克力，不含糖的。德国制造，你可以试试看。
哎，怎么样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只是我换了身衣服，你没事了吧？ 再跟着我，我报警了啊！哎，你报什么警啊？别那么紧张，我们一个楼层的，我住你对门，早上你的沙发堵住了我的门口。你就是那个。对，想起来了吗？臭流氓！哎，干嘛呀？臭流氓！怎么了？臭流氓！哎，问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为了救你把很重要的事情都耽误了，你不但不说谢谢，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 这真不讲理啊！我抱着你跑了2条街，叫了8辆车都不停，你知道吗？谁让你抱的？谁准你抱的？你晕倒了我不抱怎么办？我拽着你腿往医院拖呀！我的裤子怎么破的？我抱着你走到那个门口，它太小，过不去，我就一使劲儿。是什么劲儿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怎么着了？你想多了，我走全是大路，都有监控器，你可以把监控调出来看看。真够逗。 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不相信我，我问你，你在这儿晕倒了，知道吗？记得吗？醒来时候在医院，你记不记得？谁送你去医院的？这单元里只有两户，不是我钢铁侠送你去医院的吗？那我怎么晕的呀？我哪知道你怎么晕的？真逗。 你好，是必达搬家公司吧？哦，我姓盛，对对对，我就是早上那个新城家园的。超时？搬家还有超时这一说？那我现在这一楼道东西堆在这儿怎么办呀？我一个人搬不动啊！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！如果你们不派人来，我就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你们。喂？喂？ 小姑娘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呀，你自己一个人搬啊！啊，你等等啊！哎，哎，你一个人别搬了，哎，小心别闪着腰了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女人搬的。哎，你出来呀，赶紧帮帮人家。出不去。 去了呀！妈，这不出来了，快点！哎，这些重活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啊，这不是我们女人家干的，快点！啊，这个是我弟弟秋阳，啊，他呀就住在这儿，现在你们是邻居了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他，他可热心肠了。姐，你别逮谁跟谁说我热心肠。 盛亮，怎么安排？说吧。哦，你们认识啊？早上刚认识。大夫，哦，这么年轻就做医生了，在哪个医院啊？家园医院，家园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，那个你们人事部的那个丁志一，你认识吧？认识，不太熟。姐，进屋吧。啊。 那你们慢慢搬啊！我姐是热心肠，怎么办？都要搬进去吗？不用，我一人能行。啊啊！起来，把门打开。开着吗？那这个打开，这不还有个小门呢吗？
行了吗？啊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嗯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挺奇怪的，早上你怎么突然就晕过去了呢？你一开门我就晕了。我一开门你就晕了？啊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还是有点头晕。要不要去医院？啊，不用，可能是没来得及吃午饭，有点低血糖。你等一下。乔阳，搬完了吗？啊，搬完了。好点了吗？那个，谢谢你的巧克力啊。我知道我刚刚态度不太好，希望你别介意。没关系，其实早上我在门里面听见你打电话，我感觉你这人性格好像有点急啊，跟你的形象有点不太符。行，这就先放下。能把身份证和那个我的钱包给我。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。我呢，不是故意针对您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别人一碰我吧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那你下次再晕怎么办？拜托，您打120。好嘞，祝你健康。跟我形象不太符。哎，搬完了怎么又过去了？头有点晕，我给他送点吃的过去。巧克力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有毒吗？哎呦，姐，这跟这是两码事儿。这个什么汤啊？牛尾汤，给你加了洋葱、黑豆，它不大。我想起来给我做汤了。姨，我是你亲姐姐，给你做点汤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味道不错。真的？啊，那你多喝点啊，一大锅呢。我看你最近为了公司的事儿，瘦了一大圈了。从明儿起，天天给你送饭啊，好好给你补。你姐夫做饭的手艺是一流的呀。哎，姐，不用不用，你这样我突然特别不习惯。不用天天送饭，我想吃什么我到你那儿吃就行了。工作的事儿你撂一边，你自己的个人事情你得提上议程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对面这刚搬过来的那姑娘，气质长相都挺好的，好过我给你介绍的那些。姐，我跟他不熟，你别乱点鸳鸯谱，好不好？我乱点什么的呀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哎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月冷给你送机会来了。姐，你有段时间没管我了，那怎么突然又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？我这几年是被孩子拖累，工会事情又多。没顾得上你，这不眼睁睁看着你做了7年的光棍儿，一晃就39了，还没成家，还一个人。现在想起来，你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我这个做姐的不是，我做的不对，做的不好啊。现在我有时间了，欠你的都给你补上。姐，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我觉得你之前做的特别好，我特别幸福，真的。秋阳，这越是掩饰，越说明你心里空虚。是吗？是啊。姐懂，你这么说就是怕姐姐心里难受、自责。都懂。
姐都想好了，这次一定给你物色个好的，好好弥补你。不，不用，不用，姐，真不用，真的。你听我的，果果现在走了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你的婚事就是我现在生活的重心。我走了啊！啊，好好想想我的话啊！哎，我给你算过了，过了今年就没有婚姻的命了啊！这年度过半了，你心中有数啊！妈，您记不记得您是什么岁数觉得精啊？我要确切的年龄。我33了。那姥姥呢？你姥姥也33啊。夏夏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刚刚看中医去了，大夫说我也马上就更年期了。你们都是33觉得精，那我今年都32了。宝贝儿，别急别急啊，要不你呀先把婚戒了，孩子生了，这更年期就不是事儿了吗？我还没对象呢。那你赶快掌握啊。哎，行了妈，你别管了，这事儿我自己搞定就行。你看你呀到明年9月就要满33了。哎呦，这个妈一想起心里就越来越急呀。行了妈，我知道了啊，那先这样吧，拜拜。只有一年的时间了。你早更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想过了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我必须在一年之内怀孕生子，那倒也是个办法，但是你得先结婚啊。哦，不对，就算你结婚了，也不可能马上怀孕吧？我觉得你这是强迫症，不行你就吃尼福达降降血压。一对健康夫妻自然生育率是20%，以此推算的话，怀孕需要5时间。那如果我们往前推算的话，减掉这5就还有7。7内还要有3到6备孕时间，也就是说我只剩下1了。我必须在这1之内把自己给嫁出去。盛夏，你真的觉得你能在这1之内结婚吗？怎么不能啊？我以前是给自己找老公，我现在只是给未来的孩子找个爹。目标不同，要求就会不一样。那你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？健康。你不是跟那个孟征还可以吗？我觉得他就不错，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他呢？孟征，你犹豫什么呀？他身体不好啊？没有。他有女朋友？没有吧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走啊。干嘛去啊？找他呀。不行不行，去休息室。我没事，我没那么娇气。都是我不好啊。我刚才要是及时收手的话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一件换一件，我让你也刺我一下。切磋本来就会有输赢，我输了怪我学艺不精，我要再刺你一件，显得我多小气啊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要不是我瞎吆喝，我们盛夏不一定会输给你哦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盛夏受伤也怪你啊？吆喝的人是我，刺伤他的人是你，你说是谁的错呀？行，不管是谁的错，都算是我的错，好吧？那也差不多。哎，那你得有点诚意表示什么吧？
在他身上，是不是疼在你心里啊？好，那这样，那为了弥补我心灵上的痛处，那我今天晚上请你们两个吃个晚饭吧，好吗？我没空，你找他。盛夏，你不会也没空吧？有空。这是银行的债务通知，月底要是再拿不到钱，咱们就真完了。这几天公司都闹翻了。光市场部辞职的就有30多个，所以还得拜托你跟他装装孙子，他说什么你就好好好，让你结婚你就先含混着，把他哄高兴了才能谈下一步，对不对？你出去行吗？我真的脑袋疼。喂，肖伯伯吗？我秋阳啊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想请您吃顿饭。谢谢师傅。我们点菜吧。先不着急。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谁呀？肖伯伯，我已经到了，不着急，我在这儿等您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来了个电话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盛夏，这位呢是我女朋友毛毅。你好，我是毛毅。你好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啊？也是上个星期的事情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们别干坐着了，点菜吧。盛夏，你先来。姐，你说我是穿比基尼好呢，还是连体的好？这个好一些，那不怕别人看到？那就穿连体。可是那样又不显身材。啊天哪！那你更喜欢哪一件？都行。呀，对不起啊，我。刚刚同事来了信息，告诉我说有个急诊在等我，我得先走了，不能陪你们吃饭了。急诊的话，要不要我送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很方便的。对不起啊，慢慢吃。啊，那你慢点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
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相遇，不是相遇都能在一起，要经过多少等待和犹豫，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离。太多爱一直是埋在心底，终于全部拿出来给你，开始惦记着你的天气，夜不再漫长，心不再下雨，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，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不孤单浮沉在这时光里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，慢慢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，慢慢离不开你，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，变成了那个最好。